莎士比亚说，女人是被爱的，不是被了解的。我说，女人更要爱自己。假期的这一天，我们来到了四季饭店北投温泉馆。在雅典娜的房间里，我相信自己聪明的选择。在这里，我恋上了南欧的香气。我在四季饭店北投温泉馆找到了爱自己的温度。让你更爱自己，四季饭店北投温泉馆。